强奸了我们的什么女神。第二天的中午，我们的勇士约好了下山，把那个部队里面所有日本人的脑袋瓜全部给搬走。所以等一下我给就是赛德克巴莱影片那个样的状况，我们把11个家庭，好好，我会摄影给你们，到时候你跟我成为拉伊的朋友就可以了。Hey!
被拖着走了。加油！好，绕圈圈开始，绕圈圈哦。先来个大合照。来，那个最大的在哪里？女的领袖啊。哎，85。我那我18岁。没有关系，我会给大家哈。到时候你们成为我的好朋友，我就把影片给你们。是，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好，再来，我给你喊西瓜，你们喊什么？地瓜叶，叶手叶，地瓜是叶，叶，然后呢，葡萄柚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西瓜甜不甜？耶，地瓜，耶，葡萄柚。我拍的片或是影片我会交给小麦，到时候你们再跟他拿。哎，头目不用出草了。好。生命智慧啊！好，我们可以上车了哈。我们上车，然后就到上游去捡石头。很舒服啊！好，我们可以直接上车了。哇，这个小帅哥要准备留下来了哈，两年后来参加我的夏令营哦。我帮你们摄影，晚上那个谁领队就会交给你们了。
马上用上啊，马上就用上了哦，擦玻璃了。等一下要捡到美丽的石头啊，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，一定会有。0972157189，哎对，到时候哎，我到时候我原则上我会传给他，你如果有跟我联络，啊有加了哈，好，0972。前面可以坐，对，前面可以坐。好，走这个方向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跨过河呢，我们到下游那个河床边来捡。只要有透明的就是了，没有透明的都不是，那个没有透明，那个叫垃圾。没有透明，那个是玉石的边边，蛇纹石，玉石的亲戚了。讲到标准答案了。哎，你要往那儿走也可以，那边也可以过去。我们就在河床边捡。你要到那边去，这边可能不好捡，不好挖，要用水的力量来冲刷。小心小心小心，都可以都可以。捡得多漂亮啊，那个是玉石啊，透的，你看到没有，直接往上看全透的，那个手电筒一照就出来了，手电筒一照它全透的，你用手机的手电筒哈，摆到背面，然后你这样一看，它是整个透的，对，它一定会透，你这个不会透。0972157189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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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的母的 A43 等等妈妈